我是好人，我把他都清掉啦。我没事，哈哈。丢不掉还越来越多。丢不掉、啊，我被栽赃的。我是无辜的。他把骨科剪塞在我身上。哦，然后说你身上要的，你身上怎么有毒？好，伊奈好，有私藏毒。好，哦，抓到，我刚经过，没什么特别的。怎么没什么特别的？那个职业啊，没什么特别。有什么特别的呢？还想要特别的？屠夫如何？杀猪用的？这次跟上次一样。直接点单吗？嗯，我们今天九个人再加一个小帮手。好，他进来。那我希望可以新增个渔夫。渔夫，钓鱼，到中间的桥那边钓鱼。那等一下看到一排人在那边钓鱼。然后是鱼饵超高那种，然后还可以钓到附魔术的吗？哇，那我还不捞一桶水回去钓？直接回家规则。在桥那边太危险了，容易被砍死。也是的，好的好伙伴吧。在年的，我只会出没在捷运站出跑处啊。我想到了一个做法，就是如果渔夫的话，钓到真的渔夫哦，钓到一条鱼，那个阵营就加一。扣另一对方就扣一分。哇塞，哇，抢的嘞！但是双方只能有一个鱼夫这样子。全部哇！可是钓到鱼就扣有点。我总觉得像什么钓鱼点数啊，像一般的生鱼啊，一分哦，河豚五分啊，安几分之类的哇。钓鱼比赛真的。还是钓特定钓具，我方扣分。天才小钓手，特定我方扣分。他自己刚传的新的档案是怎样？啊，就是你下一场再那个就好了，我只是把那个修掉而已。好，就是矿物嘿那个。double 还有一个改掉，就是那个，反正我们自己场啦，就是不要弄一个水会连闪就好。水会连闪，因为有些人还是会放半砖啊，就加个水，就家里那个就一直清水，一直清水。哦，就是造势武器的问题。对对对对，负担。反正就是不要弄到那个水会连闪就好了。好 ，OK。水会咬人，水会咬人。哦，你吵死！不会咬人，会咬伺服器啊！伺服器会被咬爆。嗯。哎呦喂 ！Toby 奖 ，Toby 奖。我还以为是那个米菲。这个小帮手，我们就打五。Toby 啊！啊 ，Toby。混沌之物是干嘛？男 Toby， 男 Toby， 好。托比这个是，等下，团分身。我们今天要不要来个一拳模式啊？好哎，一拳，是大众脸吗？对吧？你看 ，Untap， 大众耳机。哎，真的耶！大众脸，哎，一模一样样，你的失散兄弟，一模一样，失散兄弟，我觉得你们两个或许可以。是这样吗？再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破天晴啊，彩虹就出来了。通过就晴天了，哎，待会的，真的很刚好，会不会认不出来谁是谁啊？待会，他的眼，他的发色，他的发色，他的发色，一瞬间都哎，我们只认耳机，耳机是本体。就来哦，一拳模式哦，好，都一样，就打一拳就死掉吗？嗯，对，嗯，然后要小心打到队友。哦，哇，哦，感觉就要这样子啊，一拳队友，哇，这感觉飞机分队，核心那边感觉很难守，哎呦。下一个小帮手，彩虹一队哦，哎，兄弟队，兄弟队，兄弟啊，脚按 tab 这是分不出来，分不出来谁是谁，完全看不出来。没关系，都同队这样就没事了。伤害有啊，对对对，有同队伤害是有的，好可怕哦，不拿剑哦，不拿剑了，下去喽。
就不用拿剑啊，用拳啊，我下去哦，拜拜，拜拜，不然不然我怎么叫一拳啊？所以就是不管拿什么打都是直接死。是啊是啊，所以其实就不需要付，这只需要付稿子而已，你完全不需要那个武器了。我不点左键的，甚至连装备都不用啦，对啊，好可怕。哎呀，连装备都不需要，天啊。其实防守很容易，职业职业职业，对，这样职业还有差吗？挖矿还是有差，矿工还是有差。那我还是继续当矿工好了。这样我想矿工哎，全矿啊，那就全矿工。哎呦，刺客，刺客有虚弱。哦，我按错了。刺客有虚弱啊？虚弱还会吗？一拳的效果有？哎，不知道哦。好问题，你可以试试看有没有这个 bug。我们交给杰克冲突。对，我们测试员。嗯，那我要守护者喽。Okay, 家里蹲怎么用啊？还啊？对呢，死掉你守护者干嘛？对啊，不会哦，刺客不会隐形。为什么？是看一下。那这样剩下什么、啊、感觉？那就突袭者算了啦，不是突袭者就矿工啦。嗯，因为突袭者就没用嘛，对不对？晚上也不会，所以他是改了、哦，是满血才会隐形。啊，他。满血才隐形吗？不是说不要受到伤害都可以，还是有改变？刺客血量要20才会隐形啊！啊，这么有限制，所以你就要买到全部都满颗星这样。对啊，所以是满血就隐形。嗯，应该是这样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应该是不了，一直都是满血隐形啊。对啊，一直这个是一直都是的啊。啊不，哦这场不会有隐形，哦这场一拳模式就不会有隐形，不然会太强啦。就你就永久隐形啦，对不对？那我要结界。哦，我懂了。结界跑得快啊？结界跑得快吗？哦，自身跑很快啊。没有，就放那个旗帜，他们也跑很快啊。嗯，是。叮叮叮叮叮叮。我现在肚子饿嘞，我也饿了，肚子痛了，要吃东西，肚子痛了，光凉到了，哇，尴尬了，吗？可能换我要去棒棒棒棒棒棒棒，摇滚。等一下，我们矿工是不是只有一个啊？有需要矿工吗？我吧，那么你不是发现他们不需要矿工吗？哎，对，对啊，啊，我好犹豫哦，还是换回突袭者好了。要别矿了，交给我就好了。可以了吗？可以可以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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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好可怕、哦！我天。哎，等一下会有观，这个一样，等一下会有观众场吗？第二场啊，哦，你说特殊模式吗？特应该我不知道、欸、特殊模式不会吧？应该不会吧、嗯？因为上次特殊模式之后就是变正常模式啊。哦，啊，就等一下还是会有正常的观众场、嗯，可以去那个 DC 群，对，巧克力里面的 DC 群哦，就一颗星，原来是一颗星啊！哎，为什么身上有铁质胸甲？哦，绑定的啦，哦，负99，扣你血的，扣你血用的，扣你血用血的，哦、哎呦。哎呦，换衣服对不对？衣服脱不掉吧？对啊，脱不掉。这样子一拳打得死吗？你们可以拿队友测试看看。来，你过来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不要啦，不要打得死哎、欸。哇、哦，还是打得死，要用那个断钢圣剑就可以打得死。我刚刚白痴，我拿夺魂镰。所以空手应该还是空手不行，对，空手还是那个对，空手半滴吧。杰克，我要箱子。哦，好，我去弄一个啊，死了。哎，我身上我队友，我身上什么都没有了，你杀了我，扣光了。这不是真正的一拳，这要两拳啊，哈基。讲啊，我不是卡伊诺斯啊 ，bug。这不是一拳，这不是一拳，这是两拳呐、啊！这是两拳，怎么那么快哦？就因为幸运效果蛮高，我就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这样。哦。
啊！哇，好凶哦！我的天哪！是啊，我是还有夺魂镰的。我的天哪！是被射杀的。我的天哪！对啊，暴风弓。哎，这样子弓箭是蛮有力的啊，远距离的话。嗯、这个声音。哎、欸，完全就是死亡。我们附魔毯有拆下来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拆、欸。我都一直去对面打人啊。好，那我猜，我猜，嗯、都跑出去了，不管家里人。玩太开心了。对啊，一拳太好玩了。不用手了啦，直接打了啦。你们好，你们不穿个装还出去吗？这穿装有用吗？意思啊，对哈，也是，就一颗星，一颗星而已。好像也是哦，那我要出门了。你以为是防？哦，死过一次之后，真的就是一拳的啦。他还刚刚还没死之前是两拳，对啊。哦，死之后，所以血量还在变低的概念。对，死之后会变半颗星。哦，我觉得，嗯，你们啊。真的直接打、欸！哇，我连夺魂镰都没有，我要拿混沌之物砸他们脸！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可怕！好嗨哦，这一场！我要推过去，推过去，冰心过来了，冰心过来了 ，Go Go Go！ 清冰，到底哦！混沌之物，为什么？等一下。我刚刚有个小 bug 哎、欸，怎样？什么小 bug？ 繁星死掉，但我这边跳死亡讯息啊，所以呢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我为什么会跳死亡讯息？不是，是我画面变成我死亡的状态，这样子。嗯，然后所以你死掉了吗？我没有死，我没有死。但是你黑，但是你黑画面这样，你的画面红掉这样，我的红掉，对红掉，对红掉，然后我按确定之后，我站在原地。欸、奇怪了。对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奇怪，我是被你替别人死，对啊，你想问我是怎么了？啊，这 bug 还好而已。我今天就要用混沌之物打人了，扇他们满脸，还是王道啊？扇他们去 play， 对，扇去 play， 扇去 play， 扇去 play， 扇去 play。等下，他们有认真在挖东西吗？我来看一下，应该也没有吧？有做稿子吗？我们对，等一下该做稿子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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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欸、可是我们其实还是得稍微弄一下、欸、不然没有那个效率高，我们还是有啦有啦有啦。Toby 在弄啊，Toby 好乖哦，这不愧是兄弟。波浪图，这样盾牌很重要哎、欸。谢谢。对啊对啊，还是做一下好了。有吧？我有弄一些铁，你们去做个盾牌。你怎么？怎么了？啊！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有，刚刚小雨我砍低他没事。哦，拿铁剑会比较好。完了，我突然觉得这一场不会饿哎、欸，那吃蛋糕没有用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也觉得一下就死了。谁冲 了？不找我。哎、欸，他们也注意到了，他们拿剑了。哦，拿盾了。哦哦，聪明哦，你快去捞河豚。你们有谁需要盾吗？欸、对，这个河豚，我要。我帮你们送过去好了。好，我在铁矿坑这边、哦。我就在你旁边啦。哦，好。你不然你先自己做好了，我帮他们。还有谁没有盾啊？我没有盾。两个，好，等我一下。哦，原来你已经有铁锭了，那我还做石镐干嘛？把金子给你。哎、欸，矿工。啊？给在哪里？啊？哇！我刚是丢木头给你。不是，我是那个透明。后面。繁星地板。Toby 死翘翘了，对，他被巧克力弄了。巧克力哦，巧克力，杰克力、哦、啊！中间两个人，杰克力哦，不要跑啊，不要跑啊！拜拜我在铁矿这，铁矿，嗯，铁矿，我要去挖矿了，拜拜。铁矿里面有人哦。可是我觉得我拿盾的时间应该很少。
哦，因为你是结界师吗？对啊。还是姑且拿一下好了。对啊，我可以拿盾牌敲人吗？哎、欸、，Toby 没有拿盾、欸，我拿盾牌敲人就好了、啊。你就双盾吗？没有啊。哦，就不用拿副手，是不是拿主手就好了？啊、拿主用结界杖。这个好精彩哦。对啊。哎、欸、，Toby 超勇猛，他都不拿盾的、欸。他其实懒得做。原来是这样吗？抓到。哇，这个搞得我搞得掉了。哎、欸，还是会饿哎、欸。嗯。